你好，我是荣。你好。请问你是？我是老公爵家的一名远房亲戚。远房亲戚？你是不想让我直接知道你的身份？两个人相互了解，总需要一些时间，你觉得呢？雪这么大，这些信就拜托你了。这么恶劣的天气，您还来送信，真是敬业啊！这样，外面暴风雪这么大，要不您先进来躲一躲啊？谢谢，这边请。进来。这是您的信，放这儿。给您放这儿。
出去说吧。你到底是谁？我的父亲是老老公爵的私生子，我不好就这么来与他相认，我只是想来看看堂哥的为人而已。还有，我想你，太想你了，也只是想来看看你而已。外面太冷了，我们一起回去不太好，我先回去了。